是一期大家的第五集，就是我姐姐中小月黑色衣服，然后还有一个是我叔叔中山中穿黑被白衣的背心呢，这是我连发的一期大家的表演呢。所有歌，我们只要会唱，都会一一的唱出来，是怎么样的？就是什么一句一首一，一看到我们非常非常高兴啊！所以因为疫情的关系啊，所以呢，我终于楼下的公布的开，慢的，那个歌没了了，声中小一啊，走啊，走！所以你们就可以跟着我走来，今天我们也是有这个点歌的传奇嘛。那个鬼肉就写邓丽君的歌，然后还是写他的歌，但我非常爱唱。因为有时候那个鬼肉真的是不记得。对对对，小玉刚才有一位，真的呢，我要拍放长一点 video drama 下去，我要拍多一点的那个。那我和塞拉冲汉子，还有人家嘉宾哎，就是汉子哥是我的姐夫哈，就是汉子弟。绕脑的 set 好相机先，然后 set camera 先。大家好，今天呢我 set 好相机的，啊，我要开直播，我的声音已经不够大声了，因为很卡嘛，这个直播。啊，等你来唱几句。说你是我开留言，你是我写的留言，我写华语。星辰大海，
时候，不好意思啊，那个直播很卡，然后我就正在观看，为什么？要到夜尾啊，然后六夜啊。最美的时代才是最美。
那我写在留言的时候，一节节唱到好听，能给大家人看，你不说呢？最美的时段是进的太极点，可以让随便进行唱吗？可以。给粉丝看，我让他知道，人家知道了的啊啊！但是他有时他回音啊，你是不会回复啊。拍过新的影片的呢，人家录过了的，我的姐夫，我的姐姐是大虫，还有我的姐夫是憨子哥，然后我再给你看一下，不好意思啊，现在是我们，然后呢，我抽烟三十，那这是我叔叔身中穿白色衣服的背心，
那个穿我的姐姐的宠是穿黑色衣服的和喜酒的衣服的，然后呢，嗯，等一下，小雨你要，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要讲话一下，让我去准备。我说我的姐姐对啦，小雨啊，红椒鸭脖，丢给。这是我的汉子，这是汉子哥，小玉的老公啊。这个是刚才直播的，他们过后就路过了的，可以打败的啊。如果你要拿一个什么东西可以的。但是我姐在，我声音不好，声音会讲话不利吗？声音不好。很多人喜欢这么好。记得 follow Stella 从那种那个 share 出去，放在公开文章分享哦。好了，然后我是有这个 link 的 Lucky， 刚刚的 Lucky， 然后我记得支持，或者在 Facebook 上面啊，如果用 Instagram， #就在写一起发在家里，从 Superman 和 Stella 从。一个忘记一个，而且又不能好啊！哦，啊，不是你看，那阿强又来了，这是很强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这是 Boy with Love 的歌，那是阿强那个心中的儿歌的儿。粉丝看到了没有办法去刷冰钱消费，所以就暂时关闭啊那个手柄啊。那是冰冻哥的。
我叫工作那里啊，你交给人家了，OK 啊，拜拜。